情爱使人流乱，可惜命运创敌人。好，干杯。干杯。我们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们的胶原就慢慢在流失了，所以一定要补充胶原。龙姐不是才16岁吗？今天龙姐很 care 一则新闻，她说，怎么会有人写我61岁？我是16岁，我是28岁。她说你们记者都写假新闻。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记者大明星的直击环节。今天我们要来直击，听说是一位呢，秀场女王。然后这位女王呢，以前赚很多钱，然后呢，好像把钱藏在一个地方。探せ、この世のすべ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。亮掉，亮掉，亮掉，亮掉。龙姐，原来是龙姐啊，难怪啊，我们闻到那个钱的味道，是不是有藏一些黄金在这里呢？哦，温家好，塞恭喜一个大灾口。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宝藏？跟着我们一起来看就对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你哪边比较垂。所以龙姐，你的我付一半就好了，我妹现在什么都没有上。就这样了，真的有拉起来哎！你是不是跑去偷化妆？自己说，哪边比较冰？来，你讲，你自己看。这边呢、啊？我发誓，很明显。我们大概20几岁的时候，我们的胶原就慢慢在流失了，所以一定要补充胶原。龙姐不是才16岁吗？今天龙姐很 care 一则新闻，她说。怎么会有人写我61岁？我是16岁，我是28岁。他说你们记者都写假新闻。那你就把它倒进去，把我给切了哦。这个有点那个泡泡水的感觉、哦、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氨基酸。这个是氨基酸、啊，慢慢变轻了，慢慢变轻了。对，那边就还原了，等一下就还原了。好，如果分子不够小的话呢？就没办法，他现在越来越轻。你们得爱配啥？爱配龙千玉的新专辑。感动的是两世感情爱，使人流乱。可惜命运创敌人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真的是喝不出来。对，就是像清水一样，像就是水。你看我们的。这块蚕丝皂，蓝博哦，而且那个博 A， 个博的草草的，哇，有没有厉害吧？龙姐有被这个滴过吗？你若是有当时头壳痛啦，还是腰痛啦，是倒位痛啦啊！我甲你讲啦，你爱买药啊，食嘛对无？啊，你若是牙老痛，还是讲话收大声，甲人冤家要安怎呢？我来介绍你这款，阮的蜂胶疗肺草粉光枇杷润喉丹，你就安尼拍开。啊、哦，一缸呢、哦？五、四、一粒啊、三、二、一。丢丢妹，丢丢妹，对，叫玉玉妹。我忽然间怀疑你好像是在中和雅琪在叫卖。没，我在三和雅琪啊。我三零波啦，好像也可以找我来卖，还是我来接单好了。我们叫龙翔，先签约一下，签约一下。好名字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龙翔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阶段，好吧？龙千玉，龙千玉票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我要跟龙姐一样，16岁。好，龙千玉2票。那你还不投给我吗？还上火了吗？观众朋友要投给谁？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 Okay. 好。哎、欸，龙姐很会画哎、欸。就那个字不知道怎么弄。我这个胜算太高了。对，真的。
我说小玉啊，手手准备好了吗？那请评审先猜。完了完了，翔翔的是预言复始。啊、哦，我赢我赢，现在两个。龙姐的是什么？加油加油！兔姐，兔，鹿，这是兔吗？哪里有兔啊？应该是，那是鹿吗？啊，这个我知道了，这个是龟鹿二仙膏。龟鹿二仙膏吗？什么？然后什么？然后鱼吗？茶杯。扬眉吐气，对呀，这什么扬啊？哦天哪，这是我好不好？这被我忘了，扬是这样。卡关了，这么难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。二一，哔哔，暂停。已经极致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太难了。马什么？马什么？那个人，马卡龙。这个马嘛，对不对？看起来，看起来它的数量是一马成功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，猜出来了，猜出来了。我这个是在最后五秒我才想到怎么样写那个先，你知道吗？来，龙姐，这很难，龙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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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拖鞋。一只叫单，对不对？啊，两只嘞，双，对，双什么？双双叉。哇！这个就是水嘛，对，是水。淋嘛，被雨淋的嘛。什么雨啊？那是一个门呢。没有，我以为这个是那个机器人。我觉得这关龙姐获胜，因为他们先猜出来。你好聪明哦，这样双喜临门也猜出来。哇！哇！小姐，我的龙，我的龙，这边已经提前在庆祝了。耶、yeah ！是自行宣布当选是吗？对对，自行宣布当选。剩下五秒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哎、欸，猜出来了，这个有点像蛇鼠一样。对呀、啊，都你害的，不要再打了，没关系，愿赌服输，2-1，我们龙仙玉获胜。惩罚的阶段呢，还是要先跟龙姐说，我们都是打真的。尬西音那一关怕，哎、欸，是尬西音那的，哎、欸，对，前面梦中的思念，耶耶。感谢龙姐让我们来执起她的秘密基地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算是第一次公开。对，对对对，从来没有记者进来这个地方过啦。对，感谢龙姐，也祝龙姐的专辑大卖，然后常常飞出国唱歌，也常常在台湾唱歌给大家听。还有呢，保养品推荐给大家了，就像我们瑞漾的 slogan 一样，瑞漾给您健康又漂亮。龙千玉真心推荐，对对。因为我们还有防疫的。Hey, 好好，再介绍下去呢，我们要收钱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呢，谢谢龙千玉龙姐来到我们的自己，谢谢自己，成功。